大埔滑豆花，迷倒足球宝贝。在大埔土生土长的大埔队队长陈旭志，成日都在海滨公园跑步练气噶。呢度咁正，梗系要带埋足球宝贝 Lulu 过嚟见识下啦。大埔靓景又点止得呢个？睇下铁路博物馆，唔少新人都会嚟影婚纱相噶，搞到 Lulu 心郁郁添。大埔好嘢食都一样多，嗱呢间阿婆豆腐花好出名噶。哇，真系食得好滋味噃！仲有呢间面店，鲜牛肉面啦，牛杂面啦，咩都好食啊！难得嚟到大埔，队长梗系要带 Lulu 去睇下自己细个踢波嘅地方啦。试过十几廿人喺呢度踢波，大家轮住踢啊，好开心！正规嘅足球场可能俾啲大少少嘅人啦，自己喺度磨练下。大埔咁多好嘢，搞到住天水围嘅 Lulu 都会考虑要搬过嚟住啊！